也会来一个，来一次告一次，讲一次我们告一次。侯办发言人吕嘉凯协同侯友宜、赵少康委任律师一早赴北检按铃提告，全是因为四天前这段节目直播内容。黑道乔是他的专长，他的专业，他的拿手好戏，他的财富的来源。现在赵少康是这样掌握股权，对对，不用出钱先掌握公司、经营权。然后再掌握股权，对，所以说空手套白狼。中广的事件里面，其实猫腻是很多的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多次影射侯友宜是黑道乔氏高手，并指指赵少康透过中广不法盈利。赵少康先生当年用10亿元取得了中广的股权，好，在中广的广播频道这边，广播事业部分有合理正当的对价。是经过党产会都确认的事实。被告两人呢，却在直播节目里面呢，多次去用所谓的名言或是暗示的情况呢，去毁损侯友宜市长的名誉。选举倒数40天，侯办大动作，按铃提告，更喊话来一个告一个。那么今天在这边要按铃申告，希望我们也诉求，选举剩下40多天。三组候选人都应该回归选举的正轨，用选举政策的辩论来获得大家支持。实际致电给邱毅，手机则是转语音信箱，还没回应。过去邱毅属于泛蓝阵营，多次对蓝白合提出建议。现在侯阵营动作就看邱毅如何接招。三立新闻黄晨博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